all have the assumption that if we need to know something, we can find it out. 比特会吞噬世界，将来整个世界会由数字来驱动，但是所有的价值会变得更有价值。机器和人其实都在同步的往两个方向去进化。机器呢，一个产品，它在越来越智能，越来越人性化。我们的眼睛在很暗的情况下的时候呢，会失去颜色的分辨能力。在今天这个节点上讲 AI 理解情感这件事儿，它依然是不 work 的。我可以不懂互联网的技术，但是我懂这一万年来的人类的规律。孩子别怕，没啥了不起。有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。声音就是一种新的社交的维度。未来的十二年只有技术，社交和技术之间这个界限的模糊会非常快。未来的整个的视频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变成一个平行世界。在 AI 的时代，没有人能够突破单个战争，一个争吵战争。另外一个开放的力量就是合作伙伴的力量，跟所有人都和解，用我们更多的技术力量去做创造性的事儿，把这些未来和科技的变化所带来的这些 future， 我们想更好的整合在一起。中国的互联网，中国的自动驾驶，加上中国的设计能力，我们也觉得很兴奋，就是能做的事情比以前多了很多。而某种意义上讲呢，我们又为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准备了很多年了。但是呢，人呢其实也会越来越机械化、物理化。But there's another way, and that is to look for technology.